夜，当你在海边沙滩溜的时候，放弃特大号海地产，拿起单身20多年的手术，一代狂挖。老渔民都说遇到地产有好运，当然，特大号地产能给咱家双低加观众带来招财进宝、日进斗金、吉祥好运。感谢你们关注我，看我直播喽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是一条搁浅在沙子里的海豚啊，很早就拍了，一直没发。2019年了，有的老铁进来，他依旧会给你双击；有的老铁看完视频，他还是不给。不给的老铁，今年第一次要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，给一个吧？晚上8点半左右直播。兄弟们，这么冷的天依旧阻挡不了我赶海的脚步啊！刚到海边，我就看到退潮遗留下来的海虹和罕见的海星啊！村里老人讲，赶海看到海星意味着一年的好运。今天我就把一年的好运也传递给各位老铁，老铁们双击接好运，关注我，看我直播。